又让我带着你打扑克，有时间怎么就不能读读书、写写字、学一学业务？还说，政委，刚才的歌听见没有？没酒加咖啡，乱七八糟的。没听见。 没有，没有啊！一支队伍要垮，先从作风上垮。昨天还是个革命军人，今天就美酒加咖啡，这就是垮。